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关卡是元素炼造石猴。八至四至一至二。第一关处境。杀死一次没关系。吸电长啊，基本上给我们除吸低的还蛮好用的。当然你要看你用哪一队，我用这一队当时除吸低啊，用别队可能受不了。现在就除气。不要觉得为什么白金很安静，因为喉咙在痛。这两天为了八风讲了太多话了，所以大家就包含一下哈。我百姓外很安静，就是这样了哈。下一关是夜战夜强营啊。哦，那个八十几万的血量对我们来讲还好，那我们只是先做一个绿珠，好不好？绿也没几个光珠啊。关这个看一下哈，诺娜可以开一下。非常失败的一个攻击哈，所以我们变成两波了哈。反正应该一波带走了，我没差了。因为下一关我们不会打算再出击哦。水火木，两秒转珠哈，来吧，先缩时，缩时。好，两次当然一样是先 K 掉一次会比较保险。这什么鬼啊？虽然说想要 K 掉一次，但是也不用 K 的那么怪嘛，是不是？好，剩下三组盾而已哈。
水柱没消到。哦，现在换木柱没消到，天降，不错不错。凑满火，那水火木凑满啊，然后但是没有攻击主力啊，这是常有的现象了哈。哇靠！我在干嘛？会不会太远了？我没办法，这个用那个用滑鼠转的那个灵敏度，跟那个手还是有差哈，没办法往自己想要的地方跑。对，遇到两秒转珠，哦，遇到两秒转珠，还是说这种基础盾的话，哦，对我来，对于用这种玩法来讲，就比较困难一点。哦，很多玩家就啊，这样怎么这样就可以通关了？对啊，这样就可以通关了，不然你是要多难？是不是三到五嘛，是不是转一下，好了，认真看一下好了。反正这样都打了都没扣血，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哦，强化盾它会反击的哈，只会受到强化腐蚀。如果不是强化腐蚀会反弹嘛，所以如果现在你要做强化腐蚀，很简单哈，原因镜先看。哦，然后再开这个毛伤机，哎，最好是给我转这一颗啊，还有这一颗、啊，哦，吓死我，没转了我就吓死了，真的。哦，为避免我们这个手残的部分的话，就是直接开了，好不好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好吧，就这样吧，因为我怕没有强化腐蚀，所以再多做一组这样，那结果变成两组了。龙哥应该不用开了，已经技能全开，基本上这一次都扫过去了，这绰绰有余啊，对吧？大概五六百万吧，在这关大于等于无 combo。好，那我们就大于等于无 combo 吧。先不急好了，我一次把它送走，那不急。注意哦，这两只是七第一的哦，好，所以不要太轻松哦，血要顾一下。
好，不过至少先 K 掉其中一只的话，我们就很轻松了。哦，一样的意思。好的。斜转。哦，打那种小怪就直接就是，哦对，直接轰就对了。OK， 后面三只不能出技哦，因为神族克制弓哦，所以进场的话就是，哎、欸，哦不会被锁哎、欸，哦那就好，那这样就好，攻击提升了，那就好处理。那我们就是开技，好吧，开技，先开这个，好，开这个就好。龙科，哦，绿多一点光珠出来，哦，好像我们本来就蛮多光珠的啦，哦，好，谢谢，再联络，最后一关，哦，齐天大圣。哇，地震呢哈！哎，就是你们大王还歪掉了，吃香喝辣的，这是暗黑孙悟空就对了哈。我们这是斗神圣者孙悟空哈，看展不一样，减少至20%。好，我们来跟他斗一下看看好不好？天雷战场哈，大拼齐天大圣的那个减伤哈，看一下威力有差多少。这边做一个叠珠哈，啊，失败，这个叠珠是失败的。哦，果然他赢了，20%真的是差太多哈。不过慢慢锤是很有威力的啦。哦，因为我们那几只 CD 很短 ，CD 8就跳起来了，所以等一下跳起来，等全部都跳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再开一个那个妲己就可以全部送走了。好，全部跳起来了啊！好，对于这个使用那个。滑鼠来转注的玩家来讲，这个妲己是非常好用的一张卡片哦。好，龙科也顺便开一下好了哈。虽然说只要打大概150万而已啊，但是我们就是秉持着一种鞭尸的那种概念哦，有没有？
鞭尸的概念。好，直接送他 K 哦 K O 好不好？没得死去，长生不老，基本上你就已经长生不老了。好，以上是八只、四只、一只二元素炼造石猴的通关示范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